老李这人，平日里大多数时候都不靠谱，可他总有一些小聪明，就经常研究这些吃喝玩乐的把戏，美食、看画本。 何事？仙君，神君派人来请，请你马上到长宁殿一趟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方才之事，事关重。 李天王的事，大概你已经听说了吧？本君听到，这福原仙子与李天王关系匪浅，不会耽搁你的下一次历劫吧？还有这一次，你的历劫归来，为什么元神没有变化？这一次我们历劫失败，是因为李天王命部写的太过凌乱。福原仙子那边，我自会安排。不过兄长，我有一事，既然李天王已经仙陨。 那本座的情节命簿，之后交由谁来掌管啊？看来你这心里还只是想着如何历劫、修复元神这等大事。你放心吧，接下来的事情我已经交给孙天王去处理了，绝不会耽误你历劫的。如此多谢兄长，有劳。你我兄弟一场，何谈谢谢二字？况且助你修复元神，事关六界安危，为兄。 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？兄长啊，你说，李天王平日里掌管本座的历劫命簿，突然横死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啊？只是一场意外而已。这李天王天生喜欢玩乐，下界游历也不是一遭两遭了。只是这一次不巧，正好碰上了大妖。 为了他的颜面，你必须说，你亲眼所见，他与那大妖同归于尽了。李天王下凡遇到大妖，自知不是对手，当时也给天界发了求救信号，可惜末将去晚了一步，亲眼看见李天王跟大妖同归于尽，尸骨无存呢。 若当真是有人想要干涉你历劫，李天王活着或许会更有价值一些。兄长言之有理。如此说来，李天王之死的确是意外了。是是。哎呀，这李天王啊，竟然也有本事魂灭大妖了。哦，李天王使出了大招。竹浪九峰。 李天王的所谓大招“竹浪九峰”，不过是吹牛的把戏，根本就没有练成。怎么会用这招来杀大妖呢？为何如此看着本君？啊，刚刚回来，有些累了。 罢了。
那便赶紧回去歇着吧。